趁他不在，我得抓紧藏起来。啊，吴老师又在偷藏好吃的。装不下了，我得再藏起来。吃饭，吃饭。来了。靠边，靠边。哎，我怎么闻着油肉的味道？哪有油肉？喝水味的，吃吧，吃吧。嗯，是吧？我先喝点。哎，别别别。你先喝粉，先喝粉，一会儿我先喝玉米羹。我给你泡，我给你泡。行。哇哦，不错呀。嗯，这边冲。你去帮我冲去，快去！这走开了，回头偷吃我肉肠怎么办？我能喝粉吗？谁要偷你分量？姐姐吃的是肠。嗯，肉肠真的没有了，肯定被偷吃了。我就说不能离开，不能离开的吧。哎呀，快！这是发现了吧？天气凉了，喝点热乎乎的河粉真舒服。师傅，您多喝点。这个汤还有水。哎，他这个河粉四个料包呢，很入味泡出来。哦。哎。哎，老公，你咋还给我放个红糖啊？谢谢你啊，老公。切，得了便宜还卖乖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舒服，河粉泡红肠，哎呦，大红肠。好啊，你自己尝尝。大红肠，大红肠，嘿嘿，哎，大红肠。哎呦我去！这玩意儿定了，我才不吃。哦，还有意外惊喜。我说怎么不给我这一碗？原来又偷藏了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拿来吧你。吃吧吃吧，都给你了。哎。真行啊你！吃饱了？饱了。啊！呜！滚！这啥呀？这是啊？一会儿。一会儿。哇！今天给你做的那个梅菜扣肉。哇，还是你对我好。梅菜扣肉，梅菜扣肉，真梅菜，这，来，给你吧。梅菜，真梅菜，还是喝我的河粉鸡蛋吧。
差一点就上你当了。嗯。嗯。还是河粉配蛋更好吃。嗯。是吧？看这河粉，劲道爽滑。我这。咱们这个泡椒河粉，泡够15分钟以上，满满一大碗，吃起来那是相当的安逸，好极了。再来，我喝。我的。吃你的梅菜棍儿去了。嗯嗯，啊，真香！哎呀，晚上饿了，泡一碗香香辣辣的河粉，想想都特别的美。吃完了吗？吃完了，哎呀，肚子，哎，吃完了。你看这变成肉是咋的？梅菜烤肉，还真有肉！又上了你的当了！哎呦我的妈！你先吃着，我先去趟厕所。不吃饭不上厕所。还有个菜呢。在吗？你掉这儿了吧？我再回去。
怎么样了？小朋友，怎么样了？是否有很多噩耗？有菜你不早说，你也没问啊。就给扒着你没吃过饭似的，吃完就走。天天吃饭没出息，儿子，咱俩吃饭。好，来了。
记得把碗洗掉。筷子呢？哎，没筷子怎么吃啊？我拿了。还没拿来呀、啊？拿来吧。嗯，拿筷子给我们吧。没有筷子都让你吃完了。你拿筷子拿走慢，你拿就行。嫁给你还不如找个猪。那不行，近亲不能交位。跟你说，我忍你很久了。但肉一点都不留。你来个。啊，上队。晚上啊，想吃自己做去。
怎么回事？猛烈，完了。就那么点儿，不够吃的呀。不行。嗯，我想吃方便面去。还有货。这回吃饱了吧？该我了吧？我就知道有货，没吃饱。加点扣肉，嗯，没事，给你们。又是鸡蛋，我不想吃鸡蛋了。你不天天抢蛋吗？我天天抢，天天抢，抢够了，不想吃了。给你点钱，给我这么个小的碗，我都饿成啥样了？都给你，我不吃鸡蛋。不吃了。哎呦我去！怎么还有鸡蛋？哎呦！哎呦！那就给你了。给我吃完了，自己选的。天天净事。嗯。好，这个口水不行吗？快点！
吃完了，不能浪费。你嗯吃啥呀？吃个饭那么多毛病。很干净，汤很干净。蛋，这个有鸡蛋，哎妈，把鸡蛋放你那边。你进。你不吃面，不吃粉。你吃完了没？吃完了。嗯，好吃了。嗯。哎，都不吃了，来点菠萝。你套路我是吧？嗯，是啊。吃饭。那我们就走。嗯，小样，是不是老玩这一套啊？嘿嘿，嗯，干点啥？想的不应该是有肉吗？鸡蛋吃那么快，走吧。嗯，多吃点蔬菜好。多吃点洋葱好了。吃完了。